天来到这个 ICC 这边要吃早餐，他就在 KL 市中心，以前是那种在巴萨的那个档口来的，现在就移到下面那边，然后政府把它起的好像一个规模的，好像这就是以前那个出名的那个，要过这，来先来这里。拍摄的，那现在可以进。这是以前出名的那个，以前在真正巴萨最出名的这一档咯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档的食物。这个很好吃的这个永岛夫，它是鸡胸饭在这里。它楼上这一层的话，就很多东西吃咯，就一个小档一个小档子，全部都是吃的东西的话。然后这里是 ground floor，ground floor 楼下是wet market， 就是卖那些巴萨菜呀、鱼啊那些在下面。我也没有去过下面，我只每次人上来上面就没了。然后海南 coffee 啊，全部很多选择。这就是那个出名的那个阿荣这讲不了。这就是那个出名的阿荣猪肠粉。它特点就是它蛮香，然后会放上那个咖喱酱。我其实不太喜欢吃永岛骨跟那个猪肠粉的，可是它这件很好吃。其实这里真的非常多档啊，可是有些也是叫什么没有开。这里全部食物都很多，像走走看看你说选择。上次我来吃之前，今天没有开。家有一个 steam 面包，也是一个老王哥做的，在这里。他店名叫华安，他茶档，然后在西边。鸡蛋还没有。今天早餐我叫了一个鸡饭，可是我这两个我觉得怪怪的，很少人早餐吃鸡饭的。可是因为我看到他的鸡肉很美，所以我就 order 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早餐，就是鸡蛋，放点酱青跟胡椒粉，配面包吃，赞。原来每一个杯啊，它都有一个标记，每一个碗他们谈他们的标记，不然的话那些人收了不懂哪里收是哪一个档的。Bye.